来看到台南的国立成功大学要来办这全国的大专院校运动会，即马有哪提关这校园的防疫这规定，讲即时开始，只要入去因学校，都一定爱挂嘴安。另外，伫这台南看守所嘛，今仔这规定收费，今年是第二届来取消庆庆活动。新大校园内面，工人在你无因装饰看板的招牌，因为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将要伫新大登场。除此之外，新大佫要求所有的参赛选手、领队佮裁判，拢要事先上网填写防疫健康问卷等相关资料，一定要把防疫做到最好。另外，新大各校区的入口处嘛拢打出公告，大门口的雕像嘛画上感染色的大嘴烟，提醒师生以及民众做好防疫。民众伫校嘛爱专程挂嘴烟。现在在休息，我就稍微打开一下，打开一下，因为整个全程都戴着，真的受不了。天气在太热，哎，对呀，那也可以啊，嗯，现在配合就对了，是啊，对啊，因为成大的出入口非常的多，我们并没有采单一的好出入口的管制，所以我们目前是由我们的所有的警卫还有保全，那他们会管制。好，希望进来的所有的民众、访客，通通都戴口罩。防疫考量之下，各单位有无同款的做法？像是台南看守所原本举办的母亲节面对面的恳请活动，那这位防疫的考量紧急话题。今天呢，就五月五号，我们总共有九个人呐，五月六号有五个人呐哈。鉴于本所环境非常封闭啊，我们提前超前部署，就把此次被这一次的活动啊延期，等待疫情结束才恢复昆清的活动。真侪单位嘛自主调整防疫作为，随着疫情升温，唔那考验单位的应变能力，嘛是防疫的重要关键。记者郑宏达报道。